你要记得换模式哦。不是，没换模式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个 PUBG M 它每个模式都是这么好玩，对吧？但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要介绍一个新模式给大家。对，我们要介绍新模式，我 ready 了。哦，你们都 ready 是不是？好，应该是每一场都要把你这一场要带进去的东西装在自己的包包里。可是我觉得可以不用带很多哎、欸。对，因为你好像是为了捡东西才进去的，所以其实你好像带太多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对啊，就只是掉而已。可是但意思也代表你的操作不错，你有办法在不用补品的情况下击倒敌人。哎、欸，不然这样，那我不带补品了啊！你们待会多的给我。不是，不用啦，我这些补品全部都不带了。小孩子还带补品，我们那打操作的、喔、还在给你带补品。所以待会我们遇到的都是电脑。理论上是因为它的模式比较像是 PVE， 所以它现在有点就让你去打装备。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到这个、欸，我上次去打一打，有遇到土匪，然后我装都喷了，傻眼。终于又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哎、欸，你是被揍了是不是？对，我被揍了，但我现在找那个人啊，哎、欸，他好像在那屋顶上，我好像看到他了。谁都不用带五包的、啊，谁都不用带五包的、啊。那你们嘞？哎、欸，他去哪了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的房屋里面有人啊！丁满，丁满，你家有一个很奇怪穿黑衣的陌生男子，小心！行不行啊？在那屋子里，在那屋子里，进去。好不好？你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鬼对不对？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来人，鬼要打我了！有的有，哦、他是没事，有我在牢，很稳啊，谢啦，很稳啊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说好要去剿匪的吗？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当流氓匪？剿匪，你前面那关都过不去，还剿匪呢？废了，一个死胡同。我刚之前没有补包。对了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超多人的，确定有办法打吗？有办法打吗？你不是说不怕吗？怕什么啦？我看一下。你去看什么？啊！屋顶上有一个。挖头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不是电脑人，他们好强。那个塔下有一个没血了，干不会吧？我们出师不利，第一把就要倒了吗？不可能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打得赢这个吗？还是我们就欺负一下外面？哈哈哈哈不要闹了，干你！那你给我倒下，我现在直接冲进去，我要去冲进去塔里面了。跟着我。奎比，你右边有一只，奎比右边一只，他在月球漫步，在月球漫步。搞定一个。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他们好像为什么我打死这些人都没有带补包啊？完了！哇！哎、欸，到底谁说我不用带补的、啊？但很多人哎、欸。啊，丁满在哪？丁满，丁满，我来救你，丁满。丁，好，前面有两个人，小心。救我！啊，他来救他了！快来救我！没有，不要怕，我在你身边呢、啊。我前面有两个人。哎、欸，先补一下，先补一下。我没有动。我们是要全灭了吗？哎、欸，他们在你脸上啊，干嘛啦？脸上，好硬哦，他是鬼啦！哦，他好硬，他真的有点硬，他有硬，他打不死，他应该是这里的 boss， 所以打完就掉宝了，快点杀他！我是不是可以救你啊？我射不死他，我没子弹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直接在你脸上不停的发射，你倒地了。没人才两岁。没子弹啊！你死了，你返回。哎、欸，不要对劲呢。好，我这把带补包，然后跟饮料，然后跟绷带，然后我们再去挑战一次。哦，来，是我小小的失误造成了刚的团战失利，但这一把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失误了，我一定要帮你们扁他。这个拿了一把没子弹枪，但是我们就是要表现给你们看，就算没有带子弹进来也可以赢。帮爸爸花钱请我们来，就是要做一些高难度的这个操作，现在就秀给你们看。你以为你自己是太阳马戏团啊？有可能是玩家哦！不，我已经打死一个，我好强，我真的好强，我好棒。然后先收，不要理他们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顾着捡，很危险啊！我快死了。好啦，你可以的。我可以是不是 ？OK 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后面怎么也有啊？你先躲一下啦，他们四个可能在保护。要拿去买的。我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在流血。可以，加油。没有，我活下来，我已经杀三个了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你对我要求很高哎、欸，到底是怎样啦？你是不是针对我？刚刚场上爸爸说你就厉害呗，会有两三组真人来抢物资，会，好像会有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地下室哎、欸，有啊，好嗨哦，下去吧。哎、欸，那个地下室里面是有怪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刚好暗哦，我不敢，拜拜。走啦，瑞斯陪他啦，陪他，你先陪他啦。可以，来我走。啊啊！
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哎、欸，这个掉东西好像不赖、欸，这掉东西好像不赖、欸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它好像真的，哦，技术配件。啊，所以你们要去哪？要去那个下面那个点子？不知道啊，要打王了吗？我感觉要有，你们是不是要朝绿绿的那边走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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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二号、三号是往下走，四号是往右走？你们要不要统一一下？哦、没有，我们要设离点了，我们先走吧。你们要在设离点？白痴，我看错标了啦！你们到底在干啥？好啊，要这样子啊！现在到底要去哪 ？OK 啊，要这样子啊，要自己玩自己的啊！去找你们了啦，去找你们了啦！对了，死了，下去探亲。静悄悄。我现在很凶哦。还有，还来呀、啊？保守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哎，这位破球主播他倒霉，我操！哦，他是王哎、欸。对啊。那去绑回反方一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人来了，他们是真人。哎哎哎，有兄弟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你一个可以打三个。哎、欸，可以。人才两岁，终点难回。战术小包，我靠，我刚捡了那么多钱，全部没了。哎、欸，我刚有放在那个，那叫什么、啊？保险箱里面。天哪、啊，我超穷啊，现在。还好我刚赚不多，不亏。哇，好吧，怎么办？那如果没钱了，那啊，今天刚好也有点累，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了，喘口气吧。好、哦。哇，刚被偷袭，哇，心态很崩啊，哇，哎、欸，要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哎、欸，那我先休息了。好了，好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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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玩。啊，但是差不多了，因为刚刚那个哦，不是，我们刚刚那把打得多好，你看，结果被人家他妈偷袭一个，直接崩一个。幹真的是直接被就一波带走了，根本连他在那屋顶上埋着我，从后脑勺直接被打，完全没有反击能力。好啊，今天接到日新模式，好不好？大家有兴趣好好使用一下。那今天这游戏也要玩到这边，那今天也就是感谢大家来收看这个 PUBG M 绝地求生 M。